OBD2 故障代码技术说明 O2 传感器电路范围性能库异传感器3，这是什么意思？此诊断故障代码 DTC 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这意味着它适用于所有1996年以后的所有车辆，道奇、福特、雪佛兰、起亚、拉姆、本田、庞蒂亚克等。尽管是通用的，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以我的经验，当配备 OBD2 的车辆存储了 PRA02 代码时，这意味着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PCM 在下游或后催化转化器、氧气 O2 传感器或电路中检测到故障。排异表示包含第一气缸的发动机排，传感器3指示故障与下游传感器有关。O2 传感器由二氧化锆传感元件制成，并由通风的钢制外壳保护。感应元件使用薄电极连接到 O2 传感器线束中的导线。控制器局域网 CAN 将 PCM 连接到 O2 传感器线束。O2 传感器为 PCM 提供了与发动机排气中的氧气颗粒相对于环境空气中的氧气含量的百分比有关的数据。废气溢出发动机，进入排气管并通过催化转化器，然后越过下游的 O2 传感器。当排气流经钢制外壳上的排气孔并流经传感元件时，周围的空气会通过导线腔吸入并进入传感器中心的小腔室内。在室内，周围的空气被排气加热，迫使氧离子产生能量电压。环境空气吸入 O2 传感器中的氧气分子数量与废气中的氧离子浓度之间的变化会导致电压水平发生变化。典型的氧气 O2 传感器，这些变化会导致 O2 传感器内部的氧离子非常迅速且重复的在薄层之间反弹。电压变化是在薄层之间反弹的氧离子反弹时发生的。PCM 将这些电压变化识别为废气中氧气浓度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发动机是稀薄运行，燃油太少，还是负油运行，燃油太多。当排气中存在更多的氧气，稀薄条件时，来自 O2 传感器的电压信号较低；而当排气中存在更少的氧气，浓厚条件时，来自氧气传感器的电压信号则更高。PCM 使用此数据来计算燃油输送和点火证实策略。上游的 O2 传感器正常情况下会产生很大的波动，而如果工作正常，则下游的 O2 传感器应更加稳定。如果下游的 O2 传感器电路未能在预期的时间内响应，则在设定的时间段内以及在某些编程情况下，将存储 PRA02 代码，并且故障指示灯可能会点亮。严重程度和症状。由于 PRA02 代码表示下游的 O2 传感器无法向 PCM 输入可接受的信号，因此应将其视为严重错误。PRA02 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燃油效率降低、缺乏一般的发动机性能。其他相关的诊断故障代码也可以存储。维修引擎很快灯亮。原因，该引擎代码的可能原因包括 O2 传感器故障、电线盒或连接器烧毁、损坏或断开。发动机失火、真空泄漏、空气质量流量不良或气管绝对压力传感器、发动机排气泄漏。诊断和维修程序。一个好的起点始终是检查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 TSB。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我需要诊断扫描仪、数字福特欧姆表 DWOM 和可靠的车辆信息源来诊断代码 PRA02。 在诊断代码 PRA02 之前，应先诊断并修理失火代码、节气门位置传感器代码、气管空气压力代码和空气质量流量传感器代码。在成功进行诊断之前，发动机必须有效运转。专业技术人员通常从视觉检查系统线束和连接器开始，着重于在热的排气管和气管附近布线的线束，以及在诸如排气罩上发现的尖锐边缘附近布线的线束。通过将扫描仪连接到车辆诊断端口来检索所有已存储的故障代码和冻结框架数据，以继续进行。如果 PRA02 断断续续，则此信息可能会有所帮助，因此请写下来。清除代码并试驾车辆，以查看 PRA02 是否立即复位。如果 PRA02 复位，则启动发动机并使其达到正常工作温度，然后使其空转，变速箱处于空档或驻车档。调出扫描仪数据流并观察 O2 传感器输入数据。
缩小数据流显示范围，使其仅包含相关数据，以便您可以更快地获得数据响应。如果发动机高效运行，则下游 O2 传感器数据应缓慢而最小的波动。如果信号超出预期参数，则将存储 PRA02。将 DWOM 测试线连接到传感器地线和信号线，以便监视来自 O2 传感器的实时数据。您也可以使用 DWOM 检查有问题的 O2 传感器的电阻以及电压和接地信号。在使用 DWOM 测试系统电路电阻之前，请断开所有相关控制器的连接。其他诊断注意事项：低等级更换的催化转化器易于反复出现故障，应避免使用。